我会一直恨你，恨到我死为止。好，你恨我，一直恨到你死为止。其实崔社长也叫我调查有关吴太阳的事。王宇知道金六月的事了吗？这一定是巧合，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又不只有一两。还是退出这件事比较好。我不要，我还是要做，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现在退出。我怎么可能相信杨帝？我就说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，万一六月用假身份的事情被发现，他的麻烦就大了，怎么办？中天娱乐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《太阳的季节》。